上长了一点什么东西。这是胃图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老秦，我们现在。大家好，我是莹乐。大家好，我是子萱。我们现在要出发去球场了。今天依旧是木眼开车 ，always 是木眼开车啦。可以下次换你啊。哦，那我先去拿手机。我先去考照一下。赶快去报驾训班，不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是马路三宝之一，所以我怕上路就是会你知道引起一些。都不学，你永远都没有办法从三宝变二宝。好，那我加油，我要变二宝。好，加油加油！好，我们现在出发去球场啦。今天是我们赏月趴的补赛，对对对，因为之前是因为有一天延赛，所以就补到了今天，所以一去应该还可以听到悠扬的音乐。对，咱们今天就用声乐出发 ，Go。米奇妙妙屋那个，大家好，我是米奇。我是米妮。现在是球员的练球时间，那今天的背景音非常特别，因为赏月趴嘛，吃头发。因为今天是赏月趴嘛，所以今天的背景音乐响着悠扬乐声，搭配着球员的练球，搞不好今天大家都优雅了。感觉投球都变成在跳舞了。优雅的身段，哇，赏月趴，这时候天空又开始有点乌云了。其实刚刚就已经有点小飘雨了。台北过来的女孩说台北下超级大，拜托今天不要延赛，因为已经原本就是延赛到今天的补赛了，拜托不要延赛。今天要下雨，等一下他们要说只要我拍影片的时候。就下雨，对呢，我不是呢，小陈你故意的对不对？没有没有，下雨的时候就找我来拍影片，不是怎么这么刚好？怎么每次找你都下雨啊？雨神同行是不是？好行啊，什么好行？因为我们现在又要去练舞了，好了，希望今天可以顺利开打，不要再下雨，真的，对，好 ，Go。在下雨了，有没有闻到雨的味道？有没有？有吗？我们姐，你看他们已经在哭了。菊菊，真的吗？有吗？我们去看一下好了。下雨了，最美雨神。真的不是我。下雨天的妈妈好娇羞。他们现在已经在哭了。没有，我觉得你要去调查一下，是不是那个下雨的时候鲤鱼也有斑？哎、欸，我来调查一下。好，所有小队友，你们的来来来，大局，现在我们已经领先一分了。QQ， 怎么会这样？雨越来越大了。看一下我们的阿贝艾比团长，下雨了。我们现在天气没有下雨，但他跳到下雨，我的天啊，你超认真嘞！哇塞，辛苦了，钱难赚，哈哈，钱难赚。
说现在还是2-0领先。等一下呢，乐天女孩也会准备舞蹈给大家。今天是有中场舞的，那中场舞就是那个性感的 jazz 表演，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哦。我必须说，我们刚刚真的很幸运，我们一唱完之后，雨才开始又变大，我们真的很幸运哦。各位爵士女郎们，怎么突然笑这个声音？无法，加油！很美啦，浪漫的。不会，可以的。Oh my god！ 哇！刚刚怎么出现了一个很奇妙的生物？我觉得这首歌最不适合就你了。你该怎么办呢？总监，你救救我！我没办法，我的脸就是没办法。对，你还是走可爱挂好了。你还是走跳，你去跳卡哇伊好了。卡哇伊，哥在旁边。对，揪起来。
hold 住就没事了。六分 hold 得住吗？可以可以，一定 hold 得住，好吗？我们加油！对，我们要相信我们桃园男孩，好不好？就上最后一把，给他温起来，等着获得胜利。没错，胜利！今天算是早下班嘞。我跟你说，每次在最终地上的时候，每次都打得蛮久。胜利吧！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